感谢你，感谢你可以点进我的作品。你没有去选择看帅哥，也没有选择去看美女，而是选择了看一位手艺人。昨天有位粉丝问我，为什么你的作品没有人双击评论？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我的教学太精彩了吧，别人都忘了。双击我就不和你们要了，我可以和你们要一个评论支持吗？哪怕假装的支持，因为你们的评论是我持续出各种教学的无限动力。真的，答应我所有人，这一次评论一下，每一条每个人的评论我都会看一眼，我保证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拍更多更好更优秀的教学让你们观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评论就算了，我祝福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身体健康，全家幸福，感谢观看。